OK，来，所以你们可以开始点名啊。OK，来，所以刚刚进来的同学，你们可以开始点名，然后那一些还没有打开 camera 的，请记得打开。啊，因为我看到有蛮多个人还没有打开 camera，所以你们可以打开哦。好，所以昨天我们就是上到6.1种子的结构了。啊，所以刚刚进来的同学，你们可以开始点名哦。OK，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继续啊。哦，然后那一个我们的那个 science 的作业簿呢，那个 soft copy 我已经是放进去你们的那个 GC 里面了，所以就是你们可以开始做了啦。OK，然后范围的话呢，你们就做到完咯。啊，其实我们的那个 science 的作业也没有什么很多啦，所以你们就做到完咯。因为如果跳来跳去的话呢，就发现到好像每一个东西都很重要啦。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啦，你们就做到完喽，呀，所以足足13面到完全部，所以我会给你们时间做啦。science 作业的最后那个要怎样画？哪个最后那个？哦，你是讲那个？等一下，你是讲那个什么？后面呢，好像 K 八这样的问题嘛，是吧？你是不是讲后面好像 K 八这样的问题？你讲这个啊？是吧？这个的话，你就不用做了，这个你就不用做了。过后我讨论的时候，我再来讨论了。呀。啊，这个你就不用做了。好，所以你们要做的那个部分呢，就是做从这个的话呢，从那个47面，等一下我会再继续改啊，GC，所以47面你做到59面了，呀，59面了，因为在 GC 里面我写到60面了，你就做到59就可以了，呀。好，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继续就是那个综合科学作业部的部分啦。OK，所以我关掉啊。OK，所以昨天呢，我们就是上了就是6.1那一个种子的结构，所以呢，种子的结构的话呢，我就是做 last 最后一个它的类似好像。Summary 这样啦，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Summary 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会学到两个不同种类的植物。OK，一个就是菜豆种子，另外一个就是薏米种子啦。OK，只是菜豆种子的话呢，它是属于双子叶植物，薏米种子就是单子叶植物咯。所以它里面的结构呢，你们必须要会啦。呀，菜豆种子的话，它就是胚里面它有胚芽、胚轴、培根、子叶，OK，然后它的那个营养
物质呢，都是贮藏在那个子叶里面。OK，然后至于玉米种子的话呢，它营养物质就是贮藏在胚乳咯。哦，只不过有少部分是贮藏在子叶啦。只不过玉米单子叶植物呢，它们就是 focus 哦，收藏它们营养的物质在胚乳里面啦。然而菜豆呢，双子叶植物，它们是藏在子叶里面。OK 啊，好，所以请你们记得哦。OK，然后双子叶植物呢，菜豆在你们课程范围里面，你一律就当成是它没有胚乳就 OK 了。呀，在你们的课程里面，你们就当成是菜豆种子是没有胚乳的。OK 啊，好，所以其实昨天讲的东西就是大致上就是这样罢了啦。OK，然后再加上就是你们不要伤到它的胚就 OK 了。呀，你可以伤它们其他的部分。OK，你可以伤它的那个胚乳啦，你可以伤它的胚乳。啊，如果你讲玉米的话，哦，胚乳你可以伤害，可是呢，它的胚你就不可以伤害。啊，你就不可以伤害哦。OK，所以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就接下去就是6.2的部分啊。OK，6.2的部分。好，所以我再放下来OK，所以6.2的话呢，这里的话就是讲到种子的萌发，OK 啊，种子的萌发就是 germination of seed，啊，所以其实种子它要有什么条件，它才可以萌发啦，OK，所以在这一个章节里面呢，我们就是可以学到种子其实要什么条件它才可以萌发呢？这里你们可以就是翻开你的课本106面啊，OK，106面。所以呢，before 我进入106面之前呢，我还看到有蛮多位学生就是没有打开你们的那一个 camera 哦，所以等下过后呢，我又再会做一个视察多一次啊。所以那一些没有打开 camera 的，我就是会当成是他们缺席哦，所以没有办法啊。OK，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啦。OK，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来看6.2种子的萌发。所以这里的话，比如讲，你看一下106面的那个部分啊，尤其是最下面最后一段，OK。所以最后一段的话呢，在你们课本里面的话，它就是也有讲到，就是说在合适的环境里面，种子会萌发。只是呢，我们要讲合适的环境，怎样合适的环境呢？可以可以，肚子不舒服的话，就去。OK，所以不舒服的话就去啊。OK 啊，所以在合适的环境，那个合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讲种子萌发，它需要怎样的环境条件？所以在这一个的话呢，其实在我们课本里面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看到很多东西啦。OK，在我们课本里面，我们就只是看到温度、水分跟空气不了。所以其实呢，如果你要让一个种子来萌发的话，哦，所以其实种子呢，它必须也要怎样讲，就是要成熟。OK 啊，然后成活，就是说那个种子一定是要活的咯。OK，然后休眠到底有没有解除？因为种子其实它们本身就是会有那个休眠的。OK，然后种子的形状、大小、饱满程度，饱满程度就是 means that，比如讲菜豆种子，它的子叶的营养物质到底有没有足够啦的意思啦。OK，然后甚至是温度。加水分跟空气，所以这一些萌发的因素呢，其实就是一个变数来的。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实验里面呢，每一个实验他们就是会有那个变数，比如讲固定性变数、操纵性变数、反应性变数这一些变数咯，所以都是会影响种子萌发的。啊，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合适的环境啦。所以这一些东西都达成的话，那个种子它就会萌发咯。啊，只是呢，在我们的课本里面，我们就只是看到就是尤其是107面啊，哦，它就是
有跟我们提到温度、水分跟空气。OK 啊，好，所以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你的107面活动伞那一个温度、水分跟空气呢，到底是如何影响种子的萌发啦？啊，OK，好，可以可以，去厕所的话可以，OK 啊，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就是种子的萌发的条件，OK，所以呢，其实这一个也是一个 extra 的啦，OK，就只是纯粹告诉你们。就是那个种子萌发的话，它其实是也需要一些条件啊。如果你讲环境的条件的话呢，就是讲外界的温度、水分跟那个空气咯。然后如果你讲它自身本身的条件的话，就是以上这一些，啊，只是呢，我们接下来看107面，就是这一个环境的条件啊。OK，所以我们来看环境的条件。呀，所以呢，这个环境的条件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们在活动伞里面甲组、乙组跟丙组如果没有答案的话，请你们把它写下来。OK 啊，好，所以呢，如果你来看甲组的话，甲组是哪一个呢？就是讲，就是第一个扫北。OK 啊，就是在28度的。好，甲组环境温度就是在28度。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的种子就是会有 A、B、C。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摆在上面；第二个呢，B 的话，它就是纯粹正在水那一边，OK。然后第三个的话呢，C 的话，它就是完完全全正在水里面，呀，正在水里面。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如果你讲甲组的话，甲组的话，整排哦，OK 啊，整排啊。给狠狠看过去啊，所以甲组的话呢，它其实你可以看到种子 A，给如果我们讲种子 A 的话，水分就不充足了，因为种子 A 你就放在上面哦，呀，你放在上面哦，你完全就是没有给它碰到水，所以呢，意思是说种子 A 它是完全不充分的，它的水分，OK，然后种子 A 呢，它的空气当然就是充分哦，因为它四周围都有空气嘛，这个讲了也是白讲了。是不是？好，然后呢，种子 A 在甲组里面的话，呀，它的温度28度，所以就是合适的温度咯，呀，适合的温度啦，OK，刚刚的温度咯。然后呢，种子 B 的话，哇，三个都刚刚，呀，水分也够，OK，因为种子 A 啊，种子 B 呢，它就是正在一半罢了，呀，它就正在水的表面上。然后呢，种子 B 它也有空气咯。因为它没有完全正在水里面嘛，它就是一半一半，所以呢，它又得到足够的水，也得到足够的空气咯。然后温度又是刚刚28度，OK。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就可以打一个，就是做一个一个预测啦，就是讲种子 B 可能就是最适合萌发的，啊，因为它得到适合的环境啦。然后 C 的话呢，C 就不是了。C 呢，它是完完全全正在水里面哦。呀，C 的话就是完完全全正在水里面，所以呢，完完全全正在水里面的话，它的空气就不足够了。OK 啊，好，所以我们就以此类推咯。乙组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多一样，只不过乙组的话呢，你看到60度，呀，它环境就是60度的，所以 A、B、C 他们就得不到适合的温度啦，因为60度的话，难道你要煮红豆咩？你要煮红豆汤咩？干，你要煮来，你60度的话，就是要准备煮熟它了，啊，所以这个温度呢，可能就是会杀死它，啊，然后丙组的话呢，0度哦，你要结冰咩？嘿，你要冷冻收藏它咩？哎，所以呢，乙组跟丙组的话呢，他们的环境就不太好了咯。OK 啊，甲组的话呢，它的环境温度就啱啱啦，OK 啦，所以就是在28度那边。对啊，所以呢，在这一个预测，如果我就可以预测，就是说甲组的 B 种子它会萌发啦。对啊，甲组 B 种子它会萌发咯，因为它的环境条件是最适合萌发的。对啊。最适合萌发
呀，因为甲组 B 种子，它得到足够的水分，也得到足够的空气，也是在适合的环境温度之下，呀，所以呢，这一个甲组 B 种子是最适合萌发的，呀，OK 吗？所以你们如果课本里面没有答案的话，你就可以写下来咯。呀，好，所以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再继续啊。OK，所以我们再继续啊。所以呢，107面，如果你来不及抄的话，你就 screenshot 下来哦。OK，所以我们再接下来哦。呀，所以这一个的话呢，一二三其实就是他们各自的那个答案啊。所以其实呢，第一题的话，因为我其实是没有抄那个教师手册里面的答案，是因为我发现到它有点太长了，所以呢，我就用自己的那一个文字来写了。OK，所以你可以看到呢，A 它这一个第一题呢，它就是要我们比较 A、B、C 之间的那个差异。呀，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甲组、乙组跟丙组，呀，甲组、乙组跟丙组哦，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比较这一个 A、B、C 的那个差异啦，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个种子 A 和 B 呢，它们的差异其实就是水分，呀，就甲、乙、丙呢，A 组。A 跟 B 的种子的话，它们差异其实就是水分，因为种子 A 的水分不充足，因为你就是放在上面吧，对啊，哦，放在上面的话，当然种子 A 它就得不到水分了，然后 B 的话呢，你就是正在那个表面上嘛，对啊，所以 B 的话肯定就是得到充足的水分哦，OK，然后呢，B 和 C 的话，如果我们比较 B 和 C 的话呢，它们的差异就是空气啦。对啊，它们差异就是空气咯。OK，所以因为种子 C 呢，空气不充足，你把 C 整个浸在水里面的话，因为种子它都不像跟鱼这样，它有鳃来呼吸，对吧？鱼有鳃来呼吸的话，是因为它们用鳃来 filter 掉那一个空气。OK，所以种子都没有鳃，种子它都不能拿到足够的那个空气啊。如果你把它浸在水里面的话，OK，所以呢，种子 C 的话，它的空气就不充足咯，OK。然而 B 的话呢就够了，因为你就只是浸在表面上不了。浸在表面上的话，它不但得到充足的水分，它也得到充足的空气啦，所以 B 是最适合咯，OK。然后呢，种子 A 跟 C 的差异又是什么呢？所以种子 A 跟 C 的差异就是水分跟空气，也就是说，种子 A 它虽然得到足够的空气，可是呢，它的水分不充足。这样，种子 A 它得到足够的空气，可是呢，它的水分就不够了。呀，种子 A，然后呢，种子 C 的话，它得到的水分就过分充足了，可是呢，它的空气就不够喽。呀，所以这一些都是它的差异啦。OK，这些都是它的差异啦。然后，如果你要比较温度的话呢，甲组、乙组、丙组，甲组是最适合的咯。呀，它的温度，因为甲组呢它是28度，所以甲组是在温度上面，甲组是最好啦。呀，60度又太高了，因为你不可能把它煮熟的嘛。然后0度的话呢？也不适合吗？你不可能把它结冷冷冰，哦，结冰吧？OK，所以这一些乙组跟丙组就不一样了咯，甲组就 OK 啦。啊，好，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然后第二题的话呢，第二题的话，它就是讲甲组种子 B 跟乙组种子 A 的萌发情况进行比较，然后又讲为什么。呀，所以呢，第二的话，甲组种子 B 就是会萌发咯。呀，就是因为刚才之前就是有跟你们讲了的，我就是已经预测了的。好，甲组 B 种子
肯定是可以萌发，因为夹竹 B 种子它的温度不但是适合，然后呢，它也得到充足的水分，也得到充足的空气。OK， 然后然而乙组 A 又是怎样呢？乙组 A 的话，嚯，它根本就是有两个东西都不够哦，就是说温度也不适合啊，然后乙组 A 呢，它也得不到充足的水分。等一下，乙组 A， 我这里写错了。啊，乙组 A 并不是得到空气不充足水分啊，这个你要改一下水分。OK， 所以乙组 A 是不萌发，是因为它的水分不够啦，跟温度也不适合咯。对吧？好，然后第三的话就是讲啊，甲乙丙三组的种子 A、B、C 各用一颗黄豆种子进行实验，你认为科学吗？给、okay, 然后应如何改进这一个实验，实验结论才能更加可靠。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其实先跟大家讲，你如果甲组、乙组、丙组 A、B、C 就只是用一颗种子罢了，我只能跟你讲。太危险了，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你不能保证这个 ABC 它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OK， 因为你其实做一个实验呢，你不是只能做一次吧 ，OK， 你不是做一次吧哦，你其实呢，你的那个样品，你的 sample 一定要很多 ，OK， 你一定要很多。好，所以就比方说你做一个实验的话，你就不可能只是用一粒种子罢了嘛，你可能就是要用至少是十粒种子。比如讲在甲组里面，甲组 A 种子呢，我们肯定就是会用十颗种子，然后 B 呢也是十颗， C 呢也是十颗，所以甲组里面我就有30颗种子了咯。然后乙组呢也是一样，十颗 A， 十颗 B， 十颗 C。然后丙组呢也是一样，十颗 A， 十颗 B， 十颗 C， 所以总共我就是有90颗种子哦，我并不是只是用单单9粒种子罢了哦。所以呢，你用越多种子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尽量减少你的实验数据的误差 ，OK？ 因为你不懂你的种子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因为在这一个实验里面呢，我们就只是单单 test 它三样的因素罢了 ，OK？ 就是水分。空气跟温度、哦、然而呢，前面的话其实也有告诉过你们，其实种子萌发的条件它并不只是单单靠温度、水分跟空气吧，它其实还有其他因素。所以呢，如果我们要降低那个实验数据的误差的话，其实我们的那个样品，我们 sample 尽量越多越好，对吧？如果越多的话，你就是可以尽量减少掉你的误差咯。OK 啊，哦，所以你就可以减少掉你的误差跟你的不小心啦。OK， 因为有时候你会不小心弄死这一个植物的话，也在所难免。OK 啊，所以就是这样咯。OK 吗？所以这个一二三就是你们的答案。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就是要接下去哦。你们来不及抄的话，其实你可以先screenshot 下来啦，我也会把这一个 slide 放进去你们的 GC 里面的 ，OK 吗？好，所以这一个就是它的那一个因素啦，啊，所以第三题，我们之所以要用很多颗种子 ，OK， 并不只是单单你一定要用十颗罢了，所以就是因各种情况而定啦。Okay, 如果你不想要这么多的话，你其实是五颗 A、五颗 B、五颗 C 也是 OK。啊，乙组的话就五五五，丙组也是五五五咯。啊，只是就是在你们就是先告诉你们，其实越多种子的话，你的数据就越准啊，啊，越准哦。啊，所以呢，我就是在这里就是打一个括弧，数量呢其实就是跟着你们的情况而定啦。所以做实验其实不是做一个吧，要做很多次的啊。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就是要接下去另外一个 slide 了咯，呀，所以你来不及抄 screenshot 下来啊，所以我给你们五秒来 screenshot，OK，所以五、四、三、二、一，那个很有钱，其实种子不贵啦，对啊，几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了的。就比方说你买一包两三块的种子，它里面就是有十多二十多粒的种子在里面，对啊，所以大概你十块钱你其实就是可以买完所有你要的那个种子了的，哦，你要的种子的数量啦。当然烧杯的话呢，你不用用真正的烧杯啦，你其实是可以用一些 plastic 的烧杯啊，还是什么咯。所以材料的话呢，我是觉得大概十块钱这样，其实是你可以准备到全部了的。呀，材料的话大概十块钱这样罢了，哦，甚至是少过十块钱也可以。呀，所以不需要很有钱呐、啊。OK，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实验呐、啊。好、哦，我不是讲那些复杂的哦，你讲简单的话呢，其实你普普通通在家里面做也是可以的。对啊，好、哦，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继续啊。OK， 所以呢，继续的话，这一个的话，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你们110面的，对啊，所以110面的话呢，这一个其实就是啊，我们要讲三组的种子在不同环境下放置了五天，最终甲组就是 B 的种子啊，就会萌发咯。这一个就是你的结论啊，108面，对啊，你的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讲甲组 B 种子就会萌发咯，对啊，为什么呢？因为甲组 B 种子它就是需要啊，它就是有充足的水分、充足的空气跟适合的温度啦，呀，跟适合的温度咯。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是用到这三个不同的啊，就是 test 到三个不同的那个环境的因素啦，对吧？好，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108面呢，108面的话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第一段啊，所以呢，第一段的话呢，其实你们可以自己 highlight 起来咯，它就是需要到水分、空气跟温度啦，对啊，108面就是第一段哦，第三行啊 ，OK， 第一段第三行，我们就是有水分、空气跟温度 ，OK， 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第一段最后一行，对啊，第一段最后一行，所以呢，你可以就继续 highlight 起来了，就是讲啊、种子的萌发，还跟种子的形态、大小、饱满程度哦，以及是否处于休眠状态等有一定关系啦，所以你 highlight 起来咯，对吧？好，所以再重复的时候，108面第一段，哦，第一段第三行，水分、空气跟温度 highlight， 然后呢，第一段最后一行，就是其他的因素，比如讲种子的形态、大小、饱满程度跟是否有没有处于休眠状态，哦，所以这一个你 highlight 起来了啊，对吗？哦，所以其实它的实验其实是有很多种啦啊，对啊，所以比方说啊、如果你讲探究光对豌豆种子萌发的话，其实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先告诉大家，有些的种子需要光，哦，它才能萌发，有些种子不需要，对啊。所以如果你要更加详细的话呢，其实你们可以在百度百科啊那些啊去找一下它的资料啦。OK， 所以有些种子它们确实是需要光的，它才可以萌发咯，有些种子不需要咯，对啊。所以如果你讲要探究这些光对豌豆种子萌发的影响的话，其实你可以讲就是把那个豌豆种子，就比方说 set up 就像跟 B 种子一样，对吧？哦，它的 set up 呢，你就像跟 B 啊甲组 B 种子一样 ，OK， 你就放在28度咯，呀，然后你就把那个豌豆种子浸在水的表面上 ，OK， 一个呢你就放在有阳光照射的地方，就是说阴凉啦
OK， 阴凉的地方可是有阳光照射的地方 ，OK。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呢，你也是你的 set up， 你的装置也是一模一样，就是说你装置像跟家族 B 种子，可是呢，你就用黑色的纸或者是黑色的 plastic 包起来，呀，然后再放在阴凉的地方咯。所以呢，一个你就有光照射，另外一个你就没有光照射咯。然后过了几天过后，你再来观察它到底会不会萌发啦，对吧？所以我再重复多一次哦，就是说，如果呢你要探究光对豌豆种子萌发的影响的话，你的装置其实你需要两个 ，OK？ 好、哦，需要两个，所以这两个装置呢一模一样，就是像跟甲组 B 种子的装置咯，就是你28度正在水的表面上，给、okay? 一个放在有阳光照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你就用黑色的纸或者是黑色的 plastic 包起来，呀，然后过了5天过后，你再来看哪一个种子会萌发咯。OK， 如果它会萌发的话呢，就是意思是说那个豌豆种子，哦，如果它在阳光照射的地方下，哦，它会萌发的话，意思是说光对豌豆种子它会有影响啦。而如果你讲在那个阴凉啊，就是被那个黑色纸包起来啊，然后过了5天，它根本就是都没有萌发了哦。好、哦，所以意思是说，那个豌豆种子它需要光，它才可以萌发喽。这样，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探究光是否会对豌豆种子的萌发是否有没有造成影响了。啊，所以这个 set up 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啦 ，OK， 所以我不能排除考试会问哦，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综合科学它会问我们这一些 K-bar 的问题的，好、哦，所以这些装置可能你们至少多少都要会懂啦，对吧？好、哦，所以它装置就是跟甲组 B 种子一模一样 ，OK， 一个呢就放在有阳光的地方哦，另外一个就包起来了。用黑色纸包起来咯 ，OK， 然后你再来看看放5天咯，哦，看它到底有没有萌发 ，OK， 哦，如果放在阳光下它没有萌发的话呢，哦，所以意思是说它不喜欢阳光啦，呀，哦，所以就这样而已啦。Yeah. 好，所以现在我们时间还剩下少过1分钟哦，所以可能分分钟钟会断开啊。OK， 所以我们再接下来哦。Yeah, 所以这个萌发条件也是一样啦。所以其实它萌发条件的话，它自身呢就是要活的咯，活意思说它的胚要完整啊。OK， 然后它营养物质要足够咯，就是说它饱满啊。Yeah, 饱满，然后休眠期解除。Okay, 这个就是它的自身条件，然后外部环境条件的话呢，就是它一定要有充足的水分、空气跟温度，这一个你们要背下来啊。Okay, 这一个你们要背下来啊。Yeah. 好。Okay,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继续哦。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呢，其实是我们要如何储存种子咯，呀，如何储存种子咯？所以如果你要储存种子的话呢，储藏种子的话，你必须要储藏在干燥跟低温的环境里面呐、啊，呀，你必须要储藏在干燥跟低温的环境里面，呀，所以呢，这样的话，你的种子就不会那么容易发芽咯，呀，可是不要忘记，你不可能储藏到永久的哦，种子它也有寿命的，呀。这个是要看它的种类啦，有些可以长1年，有些可以长几年，有些甚至可以长10多年都可以。啊，这个是要看它的种类啦。啊，所以记。